Danaher 在上海的三家研发制造基地已经在组织有序的复工复产。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上海商委对我们的提供的支持，让我们有价值数百万美金的冷链运输材料能够完好的入库。那在这个特别的时期，为我们有效的缓解了经营的压力。相信在全社会的这么努力下，上海一定能够战胜疫情。作为企业，我们将积极的行动全面的组织复工复产，以减少疫情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，来支持长三角地区的全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么一个复工。